Yeah, come on.
他从哪儿到成都来的？
去买那种，这有新闻嘛，刷点看一下。现在这个比较挤。灯都没有，灯都没去，因为我不敢打灯的。算了算了，我马上报警了。叫那个女儿叫小西西，小西西她每天都在直播，她也是阿爸成的。出去上班。